睇翻地方新闻，洛杉矶嘅乐声合唱团日前系举行咗2014年嘅情定乐声音乐会，呢次系乐声合唱团自1992年停止公演之后嘅首次演出。而乐声合唱团嘅团长就表示，呢次音乐会嘅主题为情定乐声，情字系包含咗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离情、家乡情同埋爱国情。呢一次嘅音乐会咧系会以大合唱、男女声重唱以及系小组重唱嘅形式嚟进行，演出咗多首中英日台嘅歌曲。 根據介紹，樂聲嘅合唱團咧係喺1980年去到1992年期間活躍於洛杉磯，曾經係舉辦過10屆嘅公演，後嚟暫時停止咗練唱活動。而沉寂咗20年之後，團員們對於合唱嘅熱情依舊。自2014年4月開始，樂聲合唱團有師重新練唱。